你疯了，出门连内衣都不穿。天这么冷，我直接穿个保暖背心就行了。我这个是自带胸垫的，还是桑蚕丝绵羊毛的呢。这天再冷点啊，你外边随便套个大外套、大毛衣啥的，保暖的同时一点都不臃肿，连内衣都给咱省了。重点是啊，我这是桑蚕丝绵羊毛的，而且现在双十一有活动啊，十来块钱还给咱带了运费险，真是太划算了。你看啊，我是有副乳的，它一整个啊包裹性特别好。这我生完娃胸还有点下垂，你看它整个小胸型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整个小背心啊都是这种无痕的。立体剪裁，胸下垂变形的呀，穿起来就是这个形状。主要是它这个小面料特别好啊，就这种软软糯糯的，特别舒服。我就可喜欢它这个领口了，小蕾丝的一个设计就特别的女人。它整个罩杯和这个背心啊都是这种一体式的，咱们穿脏了随便搓洗，不跑杯不变形的。而且整个小质感啊都是这种磨毛的，软软糯糯的，亲肤又细腻的。你再看整体的细节做工走线啊，都是工工整整、板板正正，而且整个上身啊就特别的舒服。它带来一点这种微微的一个压力，不勒的同时啊，穿上就可得劲了。关键它现在价格也是真的香，19.9元还给咱带了运费险，双十一的活动啊，真的就可给力了。如果是你们刷到还这么便宜，真的可以入上两件，咱们冬天换着穿。